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石。喜欢我的频道，请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追踪 IG、FB 还有 Twitch。那今天要玩的游戏是 Trouble Shooter 纷争终结者哈，是维护社区的和平，维护社区的纷争啊。这个游戏大概是这个意思吧。然后这款游戏是韩国的一间公司制作的哈，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然后在 Steam 上面有贩卖，这款游戏是去年发表的哈。你看右下角还有更新日期，2021年2月22号，你看还在更新哈。然后它可以做线上模式跟离线模式，不过现在我还不清楚这两个差在哪里。我们先选择离线模式啊，那主要是为了游玩剧情部分哈。好，来吧，继续游戏。城邦瓦尔哈拉，为了世界三大列强的利益而诞生出的国家是无法拥有官方军队的。风之围墙地区 ，A1803 6月。瓦尔哈拉历十年，为了控制住不断攀升的犯罪率。城邦政府通过招募与测试甄选了一批民间的安保人员，并赋予了他们处理案件的必要许可权。纷争终结者拥有事件调查权和罪犯逮捕权的民间安保专家，哦，是民间的安保专家。瓦尔哈拉衰落的公权造成了恶劣治安，让纷争终结者获得了更多的机会。然而，由于政府的不作为，加上警方的匮乏，即使他们拼尽全力，犯罪率依然居高不下，最终导致市民们对于频繁发生的犯罪变得麻木，只要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事都漠不关心。防暴队 PHPD， 这个是军方的还是民间的？队长。与先头部队的联系被切断，还有据总部的通知，纷争终结者已经出发了。哦，看起来是政府了。政府无能，我是说这款游戏的政府啊，不要误会。现在才出发，那什么时候才能到？总部说大概需要20分钟，那太晚了，先开始作战吧。肇事团伙应该还在附近，记得要彻底隐蔽后再前进。镇压所有敌人，全体队友处于无法战斗状态。Defeat conditions，victory conditions， 镇压所有敌人。那我是选一般模式哦，难度可以随时调整。那就开始作战。Hello， 哎，保罗跟幻兵。OK， 我要怎么动呢？第一次移动的。距离与角色的移动距离相等，范围由天蓝色线显示。哦，我可以走那么远哦？我可以移动画面吗？我现在教学是不是 ？OK， 直接走那边是吗？点击滑鼠右键哈 ，select the highlight area and press 滑鼠右键 to move the。Creator 是吗？是这样念吗？按右键就对了啊。哦，好特别哦。然后呢？第二次移动距离为第一次移动距离的60%，范围将由地形有黄色区域显示。OK， 手里是呢。不好判断战况。WASD。将滑鼠移到萤幕边缘即可移动视角。哦，哦，刚还不行哦，用键盘也可以。阿尔法零号无法确定目标，阿尔法一号投入到前线占据位置，阿尔法一号向前方移动。阿尔法一号在哪里啊？谁是阿尔法一号？不行啊，不走呢。
我怎么移啊 ？OK， 他们用阿尔法代号来显示这些人的名称。每一个角色有两点的行动力哈。发现三角洲分队幸存者怎么样？在此位置无法确认。Q 跟 E。哦，它是一个定格，一个定格的。移动합니다。전진합니다。移到中央点，全员等待。显示当前可行动的角色 ，OK。当前回合单位行动结束后，将依次显示玩家视野内可行动角色哦。当前回合单位的下一顺位显示当前角色进行下一回合的起始位置。行动冷却时间表示回合结束后到下一回合来到的等待时间。据角色的回合速度，能力只决定基本数值哦，通过能力和时间来增加或递减。啊！警察来之前，快准备逃走吧。让他们来吧，那些渣渣们。阿尔法零号，视野内发现敌人，全员尽量靠近敌人，等待突击命令。当敌人处于非战斗状态，并处于警戒一阶段的时候，发现敌人时会移动到附近隐蔽地区，并转化至战斗状态。经过战斗状态的时候，并向自身视野范围内的。非战斗状态中的队友发送支援邀请，使其一同参战。等待状态的敌人视野范围各自会用惊叹号表示。发现敌人则立即进入战斗状态，无法进行闪避跟格挡，视野降低5，在该状态下无法隐蔽。哇，好多设定哦！进入敌人视野范围内，周围的所有敌人 OK 好。嗯哼，然后嘞，直接站这里是不是？战斗过程中，玩家单位的视野内发现敌人回合等待序列中会显示该敌对目标的顺序，也就是这顺序会变化。然后，如果回合等待序列中的敌人从视野中消失，则会同时从回合等待序列里消失。好，讲得很文绉绉，很文绉绉哈。我们实际超过一次，超验过一次，知道。警戒能力是习得警戒技能单位才能使用，使用警戒能力后，单前回合会结束，并在下一个回合开始之前。自动对攻击范围内的第一次移动或攻击的敌人进行攻击能力，请使用警戒的能力。我要怎么用？哦，这里我觉得字有点小，老了。然后嘞，攻击视野内的目标。OK， 按 Q 跟 E， 好远哦。视野内目标有好几个，这个吧。警戒，阿尔法二号，三角洲分队的情况如何？现在马上确认。T 跟 G， 死掉。三角洲分队全员意识不明。该死，怎么办呢，队长？三角洲分队就交给后面的医疗队，我们继续作战。阿尔法二号，迂回到目标背后。明白。回来。알겠습니다。이쪽이다。我被发现了。这该死的。나도주세요。对，取消进入，首先确保生命的安全。非战斗状态的敌对目标的视野范围内由我方单位投入时，敌对目标会转换战斗状态，变为战斗状态的单位会向周围队友请求支援请求，而该单位和收到支援请求的单位移动，
至附近可隐蔽的场所后，结束回合。明白，首先去确保市民的安全。镇压所有敌人，营救市民。若发现危险的市民，则可以靠近并进行营救。请求救助的市民靠近并确保其周围安全后自行逃出。还有受伤的市民等等哦。OK。然后嘞，靠近他吗？哎，为什么有增援呢？这是我的人吗？然后嘞，我怎么救他？直接过去就对了。哦，走过去就好了，然后就跑走了。无言。剩余的市民呢？还有一个孩子。明白，各自扫除孩子是我的敌人。那这么小心哦，不能直接开干了。在能力按钮换滑鼠左键，可以切换瞄准模式。在瞄准模式下，再次点击能力按钮或 Space， 再进行攻击。哦，是这样子哦。阿尔法一号，准备进入。法一号，扫除市民周围的敌人。将瞄准模式目标资讯上端可攻击目标，按 Shift 和 Tab 键可以瞄准。OK， 先攻击变更。他说 Shift 和 Tab。哦，应该扫这个吧。我不要按 Shift 会让到我的那个注音。那是哪一？我要打哪一只啊？那么多只？我打右边这个好了。去死吧！射击！哪一个 ？Crit 80%，这个打不死，这个也打不死。被打死了。목표제거하였습니다。阿尔法二号，准备营救市民。还有一个人呐、啊。前进합니다。你会不会被打死啊？叔叔最棒了。阿尔法二号，市民营救完毕，已经没有别的市民了。知道了，先从侧面暴露敌人，开始彻底排除。攻击！目标切过，还有什么？别过来！你再过来，就干掉你们！你的火快到了，请别做无意的挑衅。阿尔法三号可以攻击到目标吗？阿尔法三号需要更加靠近，之前有两个目标，应该可以充分压制。阿尔法三号，移动那颗突起的地点，继续待命。明白。好远。알겠습니다。加快下一回合行动顺序能力哈，在行动一开始就使用的话，消耗能力时间将减少50%。而在第一次行动或消耗行动力之后，以使用该能力，下回合能力减少25%。哦，好复杂哦，这款游戏。来了来了，主角来了 ，Save the city。纷争终结者阿尔博士到达现场，见习纷争终结者喜哦，我也到达现场了。我是英雄艾琳，
好中二哦。瓦尔哈拉二十年，纷争终结者制度的产生也已经有十年了。在这期间，有许多纷争终结者活跃起来，解决许多犯罪案件。就算如此，瓦尔哈拉的影子随着城市的成长而越来越深。哎，就这样 ，OK， 认可。应该只是教学而已吧。好嘞。三月前，世界树地区。在瓦尔哈拉，想要成为一名纷争终结者，需要获得正式纷争终结者的资格证。而获得资格证的最后一步，需要在一个纷争终结者集团内完成为期十二周的现场实习。烟火虫大街重建地区，实习地区。所以他这些人是真的是流氓吗？哎，下面有够吵，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张先生。目标貌似还没有发现我们。哎，作假的，你这种看不出来啊！不好意思，这家伙是在黑珍珠见习的吧？交给他试试。张 ，Hello IP， 我选哪一个、啊？随便的、啊，这个、啊。我从右侧攻击。你负责左侧。明白。这家伙要是能得到回答一样的结果就好了。就是现在，天哪，错过时机了！哎，这个蠢货，对啊，这是远处奇袭，为什么要跑过去啊？移动攻击为近身能力，现有位置一次过实行移动和攻击。使用移动攻击时，冲锋移动可以攻击敌人。OK。哦、好，真的很复杂这款游戏。用冲的是不是？有 get， 然后嘞 ，SP 属性将附有特殊的战斗奖励，显示当前 SP 达到最大值，该单位过充电的状态，才可以初始化 SP。然后嘞。啊，他好胖哦！打到他吗？打不到。알겠습니다。给主角打。二是什么？清静风。啊！被闪避了。滑梯。猛击啊！弄个猛击好了。用敲的哦，那什么东西招式啊？啊，又要被骂了！我老是跟你唠叨，你不是风之超能者吗？没有合适的员工攻击能力吗？有，但是竟然拿着剑跑去奇袭，而敌人这次会拍手称赞说：“哦，这是个好奇袭啊！”那不好意思，我再说一遍啊，最大的限制是走到无法察觉的地方接近敌人。从可以一击制敌的目标开始攻击啊！是，我会铭记的。武装镇压突出的纷争终结者阿尔月为阿尔博士安排张路易斯当负责人哦。最近被那些家伙害了个不止一两个，要不是阿尔月，早就能灭了他们。这家伙，他不敢跑过来。上次不是说不要跑上去的吗？
本来一起经历的现场，每天都在大街上扫荡罪犯的苦差事。来，别磨蹭了，快去下一个现场。明白了。现在总算有点用处了，跟我上去，现在马上突入进去。你去哪啊？你叫我吗？犯人好像往那边跑，你这要去哪？犯人跳过围墙，所以要转过去追。这么说肯定会被挨骂的吧？实话实说。犯人跳过了围墙，所以转过去追着呢。上监督员，你这要监督啊？霸凌啊，是霸凌。布斯特，非常抱歉，现在开始不会像这种失误了。你这家伙还有时间说笑吗？骷髅乱砍者亮，那不关我的事，就快说一个人头给多少钱吧。是坟城终结者阿尔月，先去躲避一下。虽然是为了成为纷争终结者，已经在纷争终结者黑珍珠完成见习纷争终结者生活的阿尔博斯，最后测试的压力和当官章的严厉使阿尔博斯日益疲惫。接连不断的任务和坏天气，艰苦的现场实习期间，一直支撑阿尔博斯的事。女朋友。不是，是姑姑。他一直都是因灾害而独留于人世的阿尔博士唯一监护人。那当然，公司人都对我很好呢，不用担心。他那一如既往的关怀，给孤单的阿尔博士带来莫大的安慰。那个姑姑，周末我有时间，可不可以见一面呢？但因为莉莉有事，阿尔博士一次都没见到他。对不起啊，阿尔博士。他的回答始终如一。不，没关系的，姑姑无需为此跟他介怀。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来见面，但他对阿尔博士的事总是那么不遗余力。阿尔博士有朝一日能见到他，当面表达谢意。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的，到时候再以各自最好的一面相见吧。我很努力变得更加优秀的，若无法报答莉莉的恩情，那只能将这份感恩化成对他人的帮助。博士在干什么？肉包子。纷争终结者，这条路是现在我该走的。哎呀，真是累死了。张叔叔，你没事吧？不是太好，所以给他加把劲。好，交给我吧。后方有掩护吧。发现了多名通缉的暴力分子。明白了。从现在起，这个现场由我们阿尔月接手。明白。我们将和纷争终结者阿尔月合作进行作战。走吧。在进行任务中，会根据进度开放检查点，检查点都是为最近事件的记录点。检查点启用后，每当失败中途放弃，就会回到最近一个检查点继续开始哈。返回到检查点的时候，所有队员会消耗50点的意志。最后在检查点之后所获得所有物品跟技能经验值都会被初始化。OK。打他了啦。
所以战略性包围。목표로이동하겠습니다전진합니다这边还有人，这么远，微风。다음은누구입니까모두상대해드리겠습니다迈出一步好累啊真累死了真辛苦你了张叔叔是啊也辛苦你这三个月来一直跟着我那个因耳濡目染纷争终结者张的胡药这对你会非常帮助是我会铭记于心的那你有很多话想对我倾诉是不是今天最后一晚了就敞开来说不说看吧真的吗？这家伙还以为是好人了，原来记在心头了。就是这个小气的家伙，人品太大，给的不及格算了。谢谢张监督、监督官，你的教导我会一直铭记于心的。这家伙，跟他能成为一个很优秀的纷争终结者呢？艾尔博士在艾尔月为期三个月的现场实习总算圆满结束了。莉莉姑，莉莉姑姑，我成为正式纷争终结者了。祝贺你，艾尔博士，我真是为你感到骄傲。纷争终结者艾尔博士伯恩斯坦的访问已被允许，终于来到这里了。我看看啊，十年前的话大概是在这吧。禁止访问资讯，想查看该事件需要秘密以上的许可权。到底为什么？艾尔博士想浏览资讯都是有访问限制的，大部分从小就想知道十年前发生的那次灾难相关的资讯。我一直以为称的纷争终结者就能知道的，至少到了这一瞬间。安全等级是秘营啊。这也太过分了吧，没办法了吗？艾尔博斯伯恩斯坦的状态转换为可委托。好，就这样。然后这是我的资讯哦，风之剑德勒干，然后获得机会。身高178，然后体重65公斤，呵呵，哦，名称超长了，介绍。哦，决定机制，哦，决定，哦，要按好，对不对？每一级回合提升速度1，持续3回合。我选这个。Update。然后呢？解除锁定。阿尔博士的写字楼。完成了上个月的现场实习后，回到家的阿尔博士。天哪，这一团糟！我的生活如此糟糕，这要是那莉莉姑姑知道了，就太对不起她了。这间写字楼是在莉莉在十年前为幼小的阿尔博士提供的空间哈，也该和自己再说再见了。真心感谢你。莉莉姑姑，真正成为纷争终结者的阿尔博斯决定离开莉莉去独立生活。莉莉虽然说没必要那么做，但是阿尔博斯认为
开始支持齐地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开始整理这些东西吧。哦，我可以动吗？我到底能不能存档啊？还是不需要存档？那么这个要整理吗？从整理心得阿伯车上一中掉下了数码板，掉下的是分身终结者的正式资格证。分身终结者的正式资格证上会及时更新当前公司资讯。那么开始整理东西吧。公司的菜单被启动。恢复药，未开封的运动鞋箱子，阿尔月的剩余物资，仓库。那我怎么装备啊？对，我怎么装备？好，我先不会装备。看你大堆书就很整理，哎，有 iPad 欸，都整理啊，整理文件。整理文件的阿尔博士突然明白了自己忘了什么啊，忘记登记公司的分身终结者名单了，得马上做。瓦尔哈拉警察厅把分身终结者的公司旗下的分身终结者们登记在案进行电算化管理，当成义务哦，就是为了处理事件的责任归属和圆满解决而构建的资讯网。只有一人的公司啊，前途灰暗。不过才刚刚开始嘛。整理着行李的阿尔伯斯的视线停留在一处，若好好使用，肯定会有更加的综合效益。哦，这边才是装备的意思哦，闪光弹。馆长的连击可是多种训练的组合。连击在哪里啊？现在点数我还有吗？
所以我要卸下来就对了。要怎么解除啊？我觉得防疫有点慢了。真的是好复杂啊！虽然想一个个进行比较，可实际上经验不足。这样，确认邮件啊，莉莉雇的邮件。阿尔博士除了直接给莉莉打电话外，其余的联系都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他会很伤心吧？在成为正式风筝终结者的那一天，阿尔博士将日后的计划和打算整理出来发。邮件给莉莉姑姑。阿尔伯斯打开莉莉的邮件，开始慢慢阅读了起来。莉莉鲁伯，这是10月29号的哈。大家看得到吗？看得到吗？会不会很小？祝贺金，很抱歉，一直都没能和你见面。见个面有这么难吗？对于大师领袖阿尔伯斯·伯恩斯坦的居住地转移申请。根据瓦尔哈拉居民登记法四条一项，不，离开。该说再见了。莉莉姑姑，谢谢你。给馆长和翠玲人们打招呼吧。一定变了很多吧。